大家请看，这里就是俺老家物质系前方哥。千佛阁位于焦作市武陟县老城中心，是武陟县城内最著名的地标性建筑群。千佛阁中路建筑由山门、中佛殿、千佛阁组成，三座建筑并不位于同一个中轴线上，依地形修建，布局独特。最初的修建原因是镇沁河之水患，保地方之平安。主建筑千佛阁高18米，三重檐，上有绿琉璃瓦，雕梁画栋，蔚为壮观。里面供奉着千手观音，故称千佛阁。阁前楹联上书：“三间不照，因地制宜化圣灵；二教有义，殊途同归。”济众生，反映出明清之际佛道合流的现象。千佛殿后面是新修的玉皇殿，很多本地大妈在这里唱着豫剧参拜玉皇大帝，集戏曲、舞蹈、广场舞于一身，非常有地方特色。报仇还是杨家将，杨家将。